首先呢，看到我们 AG 哈、AS 哈、还有我们夫人哈、我就非常的开心了。那看到各位呢，我更开心啊。我要来之前呢，哈，保健主委悠悠哈，特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第一分期啊，成员最庞大。哦，这个是很符合呢，啊、哦，我们今年的年会，我们的舞台也很大，长16，宽7，所以呢，你可以随便取，比这个家，比这个还大吗？还深吗？比这个啊，还大还大，16米，16米是宽16米，宽7米吧，很深7米，深7米，对，宽16米。他这个上这里多少？大概四米半。想到这里去四米半，就当做三分之一。我是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说舞台很大，人家你坐，人家你坐啦哈，好，所以呢也先预告一下。那因为呢，总监呢哈，现在应该还在那个桃园龙宫哈，北科大在那边见证哈。他的行程晚上还要有受证，所以呢，总监特地告诉我传话哈、哦，给各位很抱歉啊、哦，他没办法亲自来跟各位这个加油打气哈、哦，由我来跟各位加油打气。那也很感谢呢哈、哦，保健主委悠悠呢哈、哦，也非常关心哈、哦，一直在跟各位的这个。连结在一起啊，也一定会来带给各位很多的鼓励啊。我们保健主委又有非常用心啊，我们 Alice 啊，我们的节目安排的哈、啊，他也知道舞台的程序啊，连他都这么关心啊。可见呢，这一次年会呢，我们在港南啊爱默这个场所呢哈、啊，那目前呢，总监也说，我也看了啊。我们桃园地区呢很难找到这种可以容纳啊、哦、将近1800人的一个宴会厅啊、哦，这是很棒的地方啊、哦。啊，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呢啊、哦，浪漫布拉格、哦，搞得我头都晕了。啊，总监出一招啊，我就想了半天啊，我们团队都想了半天啊，那浪漫呢？但是我看到各位哈、哦，应该就很浪漫的了哈。啊、哦，所以呢啊，今天特地来谢谢大家。那舞台呢？啊，这个要把它呈现出来呢，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啊、哦。所以呢，在过程中呢，我想象得到啊、哦，各位非常辛苦啊、哦。这两天天气还算温暖啊、哦，那天气热一点一定会流汗的啊、哦。我们今天我们练习呢，一直就是汗水。当我们表演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欢乐地收割我们的掌声如灌耳。一样来啊，呈现出来。我相信呢，这个记忆会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啊。所以呢，努力的付出一定是欢乐的收割，对不对？对。再一次谢谢各位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会长哈，谢谢哈。带来这个小小的礼物哈，就请take过来，不要紧，对吧？啊，这样是总监呢哈，特地呢哈，给各位呢带来一个。非常精美的啊，我们的纪念啊，巧克力啊，这个巧克力呢，我也很喜欢啊，每人一盒啊，这巧克力呢好吃，吃完之后呢，这个盒子呢就管用啊，可以放针线，最好还是放个口唱歌组那个什么口罩戴口罩啊，这是我们的年度 logo， 很漂亮吧？啊、非常有气质哈，所以呢，迫不及待哈，要来，每人都有，不用紧张哈。每人都有啊，代表一批夫人来。等一下，我们请我们各组的哈，萨克斯风组、舞蹈组的组长、萨克斯风组的组长，还有那个唱歌组的组长，好，三个组我们来代表接受哈。我们有三个组哈，来，我们代表接受啊。萨克斯风组，某款，哦，我们谢谢，好不好？我们鼓掌，谢谢。你要刚好分配。好，这舞蹈组的，那大家都拿着。还有歌唱组的哈，谢。好，谢。带了24份哈，那没有来的呢，请所有主委去安排。好，我们照个大合照好不好？来，
我们大家集合一下，我们请会长。还有很多，绝对够，我们照个大合照。好，来那个谁，上松的，可以，好，谢谢，好。